是个强壮的太空人了，这杯果汁要跟你一起登陆月球，喝下它，你会拥有一个神奇的超能力，让你可以离开餐桌去玩游戏。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好像一块小蛋糕，也好像一片雪花，软软绵绵的。你要当哥哥了，好好的对待他哦。从今以后啊，你们将永远在一起。我一定要去上学，但是我觉得留在家里很好玩呢，有很多我的宝物哦，足球、爸爸小熊，还有故事书。